走这边吗？哎、欸，打完嘞、欸，好爽哦！每次进来就是开始打王，太爽了。干他妈什么小怪都不用打了，直接打王。这种游戏哦，我突然觉得他是不是可以做成妈的，就是 boss rush， 都没有小怪了，从头到尾就他妈一直打王。哇，兽人哦，肥宅，铁匠兽人。哎呦，还在那抖。夺宝哥布林，打他奶头。他的肚皮那边是钢铁的。哎、欸，他屁股是弱点啊！抓他屁股，抓他屁股！嗯、他头也是弱点、啊，哇，场景会破坏哎、欸，对啊。好痛哦，屁股里面一直被塞子弹。他的头更痛。这关怎么没什么小怪啊？哦，生气了，生气了。死了之后，他妈还会变半截身体去追你。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爆开了啊！整场一直被子弹塞屁眼了，要爆了。每一只王好像有不同的打法，比如说我们一直打屁股啊，他可能会掉其他的王材料给我们。像之前打那只龙，对不对？是不是可以把尾巴打掉，然后拿新的东西这样？每一只王好像都有一种特殊的部位破坏，妈又是这种垃圾怪，要怎么阻止它变身呢、啊？没办法吗？那个上面怎么有一个人？是雕像还是什么？有个东西在上面。精灵女王点呢、欸？什么意思啊？这是他的虫虫是不是 ？Please approach。打爆他掉东西。哇，这精灵女王！
是虫族女王，怎么会是精灵女王？我从地球来的。The Iskar welcomes you outside. Both your presence and your skill. 欢迎我的力量。Should the latter be, or we can reward you. Our world courses harbor. 有一只强大的野兽是上次不灭之王讲的，是不是？他也要心脏啊，可是不灭之王死了，我基本上如果他要心脏，那是不是就给他了？看他们这好像是打大蟑螂一样。防欸，傻小，这种地方应该又是一些恶心巴拉的东西哦。你看，在吸食水，那就是那个大便鱼有没有？鱼缸里面吸食水的那个清道夫。靠，真他妈恶心！能力死了，喷大便，看这小怪好多哎、欸！地上那个球是不是要打掉啊？哎呦！像那个是地雷，对不对？干抓杀小，这么刚好。操你妈，甩掉炸弹！这游戏中我最讨厌的怪物类型就是这种。时光的路上，完蛋救不到了！操你妈的，看不见！他这个炸弹掉在水里的时候很难能够看到的。一大东西。还蛮好用的，你知道吗？因为敌人打不到我的小骷髅头。他就一直撑到他的时间60秒到为止，他才会消失这样子。粘液管，哎，那这怎么办啊？死成一坨大便。
身怪来了。哎、欸，敌身怪怎么可以打到伤害啊？他不是全身没有弱点吗？他后面的背包是他的弱点，是他小，那是他的子孙带吗？他的宝贝带啊！妈的！太监的宝贝带啊，没听过、啊。哎、欸、，BOSS 来，古老荒野，这只是打沙小。哦，动画，哎、欸，每只王都有动画，你有发觉吗？比他妈自然好多了。水母怪，特伊米。飞、欸！你张小，有炸弹。这只弱点是在头正前方还是哪里啊？他那个子弹，你站旁边一点，其实他会掉到墙壁不见的、欸。为什么还有一个啊？十五号跟十六号，哎，好像没什么伤害。他在集大局的时候可以把他打爆啦，不是不是，啊对了，退的那只需要先打吗？站到另外一边去啊！确保他们的攻击不会一次打我们两个人的。没子弹啊！好险，我的骷髅头会打。我觉得这个地图好像会掉下去哦。生物之心。哦耶！他这个小范围炸下去，敌人是不是都会退啊？因为他伤害只有两个伤害呢。在干，还会炸自己哦、喔！好了，心脏给他了，没地方可以用了吧？是的。Yes, yes. Thank you outside and here, as we adore conversation. 哦，他整套装嘛。We are elated. 我们还在想说，干能不能杀他，取他身上的一套装啊？没有啦，只是将东西悄悄就有。遗迹吗？Ah!
王嘞，爽哦！每次一走一小段路就开始打王了，都不要废话了，爽快打就对了。这里面怎么那么吵啊？你在干嘛？跟过级人围攻，什么高点可以上？大字在对面，飞了！头的子弹，你他打到敌人之后，敌人其实会很大的硬直往后飞耶。我这里冲去哪里？看那个队友不知道怎样脑冲，然后冲过去被怪围死了，这样。在什么高点站一下？其中一只老大还是什么 ？Speak outsider， 它是母的、哦，咖啡过了吧 ？I suspect I know your kind. You are Voxeltech outsider. 我现在在找福特。Perhaps a friend then. The Voxeltech Ford aided our cause. It is for him I speak to you at all. But Ford is gone now.They question him to find us. A queen keeps him in her ziggurat. Ziggurat is easy to find. Ford. 你是谁啊？ This one is Navun. 女王哨兵。Of the Empress herself. Now leader of those. 他们是反抗军啊！这个森林里面的，他们还有分成贵族跟什么一般人啊？这怎么看得出来啊？这穿的比较好的。为什么要反抗？ In truth, it is immortals we fight. The empress gives them long life to serve her. To serve her, the nobles, these slaves, the Kolket, are the true victims. They are raised believing they serve immortals. 贵族妖精。That their plate, but immortality is a lie. The tree that gives the rulers life is dead. 什么树啊？世界树啊，阿克蒙德。Nobles trapped his men in a cave. 他就直接强奸那棵树，然后就爆炸了。他没了。I found Ford far from the cave, wounded, near death. 福特又好了，他回到了家。I wish I could help him now.
But too much is at stake. Yes. He returned many times. He said his America was. Last time he came was. But. 什么二十轮回之前？他们所谓二十轮回是二十年吗？一百年前有遇过，你多大了？活了好几百年。It is many turns since. 有一个永生果实可以吃哎。Yet even now I. 这家伙是正义的一方啊！女王就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贵族势力，对不对？除了用永生果实骗之外，她要把那些反抗者，男女老少，不管如何全部杀光。然后她就起身对抗了，战场急救。这是一个正义之事，就对了。嗯，我过不去啊！这怎么了？是我没有买 DLC， 所以地图不可以过。这是啥小大哥？那我要付多少钱，我才可以开下一个地图啊？500块吗？哎、欸，啥小烂地方，在后面到底是怎样啊？可以点得到哎、欸？接下来的王福生有没有打过？玩游戏不要玩得这么沉迷，一直想要进去一些虚拟世界活着，想要住在红魔殿里面，妈的神经病啊！好像在打火机哦，烧死啦！倒数第三哦，要不然我这只打完啊，然后剩两只就。下次再打。我感觉好像意犹未尽啊。连狱长，我怎么觉得好像一下就打过去了、啊？王是不够多是不是？帅哦！耶！耶！疯狂让你着火！上面那只已经死不快啊！可以一个人去拖。不要离太远，很难救哦。范围杀伤武器啊，就是核弹还是什么，直接丢下去了。后面一堆小虫，还有宝。
远程王可以跟他绕柱子。干他妈怎么硬射我？哎，死了死了！疾风导管。我觉得这只王一个人打可能会有点麻烦呢、啊。不过 ，I call that a win。他的子弹会被柱子挡住了，你没有发觉吗？他没有说稍微厉害一点，说子弹会绕过柱子这样，咻这样子，好像不会啊。砍他家的宝物，好快哦！今天打了一大堆的王哎、欸，打了五关哎、欸，太爽了吧！我是不喜欢打二周目了，但是黑魂三代我打了也是打了好几周目哎、欸，那内容都一样，但是有一些额外道具可以捡，那就看你个人兴趣是怎么样。有些人就是喜欢再打一轮、再打一轮、再打一轮这样子，那剧情都没有变的话就算了啦，就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地方。好，先把这个关掉了，下次再继续好了。